哎呀，这个钱您就放心收下吧，这也是上级部门发的旅游扶持金，说实话，这个损失确实不应该让你们来扛。这太为难你了。千万别这么说，其实这个钱就是卖苹果的钱，正好呢，补贴家用，让伊娜安心上学。啊，伊娜可喜欢上学了，回来帮我做完家务，一有空就拿着书在念。你送她那几本书，她都翻得卷边了。嗯，小伊娜。 你一定要好好学习，以后才可以挣更多的钱，好好照顾妈妈，对吧？嗯，当心点啊！哎，老八叔，哎，这寨子巷道上边盖的是屋子，哎，这巷子呢？老八叔，巷子是东拐西拐，你这是第一次来，要是没人带你走啊，几绕几不绕的就把你给绕晕了，出不去喽。是啊，这地方看起来确实有点像迷宫。嗯。 这走来走去，感觉房子长得都一样。哎，八叔啊，不过确实啊，要赶紧把路给修通了。嗯，要是路通了呢，就能有更多的人来看看我们这美丽的羌寨。哎，是啊，这杨大学一来啊，也说啊，一定要把路修好。这路修不好呢，那游客也进不来，东西呢也卖不出去。哎，基站呢就更建不起来喽。是，他呀，在我们羌寨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。 他一招呼，大家马上就动起来了。是吗？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要紧不要紧呢？没事没事没事。哎呀，这杨大学刚来的时候和你一个样，也撞在这块石头上了。是吗？那看来得给这块石头起个名字啊，叫幸运石啊。幸运石都撞脑壳了，还幸运石呢？嗯。